就是有人在黑吃黑。不仅如此，我怀疑当年顾梦就是被那个人收留，训练成了杀手。这次是我太心急了，我看你忘了我，又很害怕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这是莎士比亚的。十四行诗是你最喜欢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是夫妻啊。 我死人了！疯了！饶命！这地上怎么有血啊？怎么你们都管我叫冬儿？岳父大人交代什么了？今天晚上你来找我，我再告诉你。忘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加倍的珍惜。我想了许久，才想到用这样的形式向你表达我的心意。你的爱，就是我最好的安神药，明白吗，先生？你刚叫我什么？